我去拉不就行了吗？你去拉，你你就在。进战斗了呀。对啊，然后我就跳到那边啊，你你怎接么过不去会啊。确定这次不会出现刚刚那种情况呢？那我就不动了，我就全程不动。你还是按照我们第一次那个样那子。为什么他把我给控了呀？不知道。很赌运气呀。来啦！又要来一回刚刚那种。对呀，I'm out of range. 我开始跑了，你不要做任何多余操作啊！那我要是下去的时候，他又打我。你不要下那么早，因为我一时半会我跳不死他。哦。你就5%我在下。我觉得你打那个 smite。那个伤害比 My Blade 高。那叫 Mind Blast。My Blade Blade 我这次还没掉怎么办？就明天再见。那总不能再打一次。本来也就随缘，我就从你那拿那个裤子凑合凑合但我用那是个算布了，甲裤子。随便凑够了就行。反正第一周过了，说不定就有一些提升。你现在多少 income？我现在就差个15点啊，差15点到150吗？对啊，就挨了啾啾，chill。好吧。你这长得好丑呀！谁呀？我那是他。你指望一个死人长得漂亮？他的嘴就很嘬着，我也，那我呢？你是嘟嘴，你跟我的嘴很像，但他就是嘬着，他就是又圈圈，你好恶那种心！感，不是吗？对，他是那种很硬，就是就那样把嘴就是往上嘬着那种感觉，懂不？懂我什么意可思以。吗？就是。有一点点，也不知道咋说。冲啊！奥利给！毛一手，毛一手。我觉得他就是非常典型的那种伯爵，就是伯爵夫人那种感觉。你不要随便做一些多余操作，你不许冒哈。你一个 smite 能打他1%呢？要表达什么？就很强，
回厄运东。这比厄运东要粗暴吧？确实。你就挂个 dot 跑就行了。那厄运东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地方？厄运东就是你得掌你跳上跳下你得掌握的好，其次就是他如果跑开了位置你怎么办？但这个就是你只要开始绕，他就会跟着你绕。他好傻呀！我饿了，我们打完这个去吃东西吧。可以。毛他呀！哦，你可以在每个拐角给他堵一下，然后你就可以拐进去。这样你就能一直毛，而且不掉血。你的操作呢？你今天在那展示的操作呢？我展示的什么操作？忘的躲一下，忘的躲一下。这个操作有什么用？你现在就能用啊！我现在你要，是，但是我得读条。你在想什么？对啊，那你可以改成忘的呀。忘了1.6秒，读条1.6秒有什么区别？被 silence。谁被 silence 了？不可能被 silence，我在这跟他耗。快走了，走了，没多了。带20%血，30%。33。哎，他只有59级，我才发现。是的呀，那他凭什么跟我打？凭他有个加号呀，凭什么？我的盾能扛他2下伤害，然后我的盾就没。25%，加油啊，打工人！哇操，你这一下太莽了呀！不是掉900滴血吗？我之前看他们用萨满打的，可能因为萨满有一些瞬发的，就好打一点。你用你的术士来就没有什么容错，就我下去跟他打的时候，要是就无了。刚刚那个 boss 卡在那个墙角，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脱战了一样。你说上一轮吗？对啊，他像脱战了一样，很奇怪。哎，我 resist 了。15%了，三。我有95的暗抗，太低了。哎，你说如果万一是让就他们这六种十，术士替过来跟他打？可能对着抡。It's too far for me. 12%。哎呀，resist。你说我五在下是吗？万一你把他直接打死了呢？不可能，他现在多少？8%，7%。我觉得这时候你可以下来了，我要到这个拐角了，我要把它放哎进哎，去。他扭头了。这逼怎么会扭头？好，你 准备那我是出不来，是？要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快点儿！我等他再走2步。我来了。耶、耶，什么啊？
你掉都没掉，他那几个抗性装一个都没掉。